用念佛机播放佛号诵经，亡者能得到利益受用否？这很难。为什么呢？只有这个音响形式，没有精神啊。所以为什么念经的时候要至诚的去念才有感应，诚心能够感应，录音机没有心不能感应。这个方法只能说是不得已要无可奈何用一下啊，其实这个不如法啊。用录音机啊，最好有一个人在一块助念，用录音机来帮助我们助念，这个可以。如果纯粹用录音机没有人，恐怕得不到效果。